站立来到垫子前方，双脚微微分开，脚趾尖指向正前方，手腹宽，吸气时手臂上举，拉长身体，呼气，身体前屈，指尖落地，弯曲膝盖，吸气，脊柱向前拉长，抬头，呼气，前屈，放松，低头，动态五次，五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可以逐渐加深前屈深度，四。三，可以慢慢将腿后侧伸展。二，吸气，拉长脊柱，呼气前屈。最后一次，一。抬头，手掌落地，撤脚向后到平板。屈膝盖，臀部向上推送，来到下犬式。简易版的下犬，保持屈膝哟。我们先来做右侧，将右腿上提。吸气，右脚指尖拉长，带着脊柱往远伸。呼气，右脚向前，来到右手外侧。你也可以将右脚迈在手脚之间。吸气，向后伸。呼气，右脚向前，动态的八次，八、七、六、五，注意所有重量不要都压在手腕上，四、三。手掌的前半段往下推，二，加油，最后一次，一，右脚来到前方之后，右手抓右脚，把右脚放在垫子中间，左脚后跟向下踩地，弯曲右膝，右膝在右脚踝正上方，调整一下呼吸，身体稳定后，随下一次吸气，手臂带动身体立直到战时一式，手举向上，手臂可以放松一些，保持收腹，在这里调整呼吸，让身体稳定，呼吸稳定，最后一个呼吸，落下双手，回到右脚两侧，撤右脚向后，回到一半的下犬，保持屈膝。随呼气，重心前移，右脚踝碰左脚踝，来到平板式。现在将双脚落地平板，屈膝盖，屈手肘俯卧，双手指尖点地，来到胸腔的两侧。吸气，指尖发力，胸腔起身，小的蛇式，慢慢抬头，双肩远离耳朵，最下次呼气，身体下落，手掌撑地，回勾脚尖，臀部向后，回到下犬，我们换反侧，屈膝的下犬保持，吸气，左脚上提，可以保持右腿弯曲，呼气，左脚来到左手旁，吸气向后伸展，呼气向前，动态八次，八、七、六、五，注意呼吸。四，重心可以去倒向前，手掌一点点。三，不要让手腕承受所有的重量。二，不要憋气，加油。一，左手抓左脚腕，将左脚放在垫子中间，右脚掌向下踩地，左膝来到左脚踝正上方。
身体稳定后，随吸气抬头，身体立直。站十一，双肩放松，调匀呼吸，吸气变长，呼气也变长。双手向下，回到左脚两侧，撤左脚向后，平板式。屈膝盖，屈手肘，身体下落，俯卧在垫子上。随吸气，直接双手推地到舌式，肩膀下沉。呼气，回勾脚尖，下犬式。让双脚向前走动，来到手的后方。在这里，如果手腕有压力，我们可以通过前屈的伸展放松一下。抬起你的前脚掌，将手放在脚下方，三个呼吸调息，脚掌踩在手掌上，弯曲你的膝盖，重心去到前脚掌，三，保持呼吸，二，最后一，现在松开双手，将左脚向后撤一步，左脚的脚后跟向内落，右脚跟对准左脚足弓，双脚之间分开约一条腿的长度。随吸气，左臂带动身体向上立直到站十二式。注意你的双脚可以不要分得太大，如果双脚分得过开，你可以将后方的脚向前移动。时刻保持右膝盖在右脚踝正上方，手臂侧平举。接下来我们准备随吸气，身体向左侧弯，打开右腋窝，呼气，身体向右，右手肘来到右膝上，吸气，手臂向左摆动，拉长右侧腰，呼气，身体向右侧伸展左臂。动态练习五次，五、四、三，注意保持下肢稳定，二，侧腰收紧，最后一次，一。现在我们停下来，右臂来到右腿上之后，转身面对垫子，双手掌落地，重心向前挪一步，站立在右腿上，吸气时左腿向上抬高，呼气时屈左膝肘臂肩，吸气向后伸展，呼气，膝盖肘臂肩，动态练习十次，十、九、八，右膝可以微微弯曲，七、六，呼吸，五，面部放松，四、三、二，最后一个，加油，一。现在让双脚踩地，吸气记住拉长向前延展，呼气低头前屈，可以观察你前屈的深度，会比课程刚开始的时候前屈要轻松很多。好，下面我们来换反侧，将右脚向后踩一步，双脚之间分开约一条腿的长度，左脚跟对准右脚足弓，身体稳定后，随吸气，身体立直到站十二式，左膝盖在左脚踝正上方，髋部向前侧展开，吸气，身体向右侧弯，右手落在右腿上，呼气，身体向左侧弯，左臂落在左腿上，吸气向后反站式，呼气向前侧脚伸展。动态练习五次，五、
四，加油，呼吸。三，面部放松一点。二，最后一。当左臂来到左腿上之后，我们转身面对垫子，手掌落地，指尖撑在垫子上，重心向前一步，站立在左腿上。随吸气，右腿向后伸出，拉长。呼气，右膝肘并肩。吸气向后，呼气向前。动态十次，十、九、八，面部放松。七、六。下右脚，吸气，记住向前拉长延展，呼气前屈放松。下一次吸气，抬头，手掌落地。随吸气，双脚向后跳到板式或下犬，屈膝推至下犬之后向前，随吸气跳跃。动态练习。三次，向后跳至平板，屈膝推到下犬，随吸气向前。还有两次，注意跳跃时手推地，脚落地尽量轻盈。最后一次。跳跃回到垫子前方之后，我们双脚最后一次向后，来到平板，屈膝盖，保持勾脚的状态，脊柱向前拉长，微微抬头，保持收腹，屈手肘到一半，身体微微向下沉，然后手推地，将身体推起。动态练习五次，五。注意手肘加侧腰，四，可以不用落得太低，三，高度有一点下降就可以了，二，最后一次，我们将身体慢慢落下来，俯卧，吸气手推地，记住向上，舌式，呼气回勾脚尖，臀部向后坐，到婴儿式。放松手臂，保持呼吸，尽量让呼吸的速度放慢一些。最后一个呼吸，现在我们带着稳定的呼吸，慢慢的手推地坐起身。双手来到胸前合掌 Namaste。